好，你一起步的时候前面快马好甜橙，中间嘉应精英，出面辉煌心，第三位第四位还有醒神，第五位内兰蓝眼罩就宜春辉煌，外面红眼罩砰砰声走上去，还有这只行云流水，后多少个马内兰，尾五就南区友，尾四黄三缩到来跑，有合冲共济，后面三只醒目勇驱活力勇士暂时殿后是越跑得来的，转紧弯中间前面放头就好甜橙，第二位白三就辉煌心，外面红眼罩还有行云流水，第三第四是宜春辉煌，第五就嘉应精英黑三的，再入面的第六位醒神内兰，第七浅蓝三还有南区友，拿出去的马有这只合冲共济，后啲先有博入面就醒目勇驱，大外档越跑得这个位一定不会失的，兜到来之后三百了，嘉应精英在中档出了来先，紧随其后的马有这只辉煌心在入面，入面喘上来还有醒目勇驱，马冧中间追南区友，出面位置还有醒神，最后百零米嘉应精英还是占先半个身位，埋边辉煌心又上一点，中间醒目勇驱又追一点，接近终点了，嘉应精英呢就似乎紧熟啱啱到线，跑第二名的马呢就醒目勇驱在入面一路杀上来，第三名辉煌心，第四名呢应该是那只醒神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嘉应精英咧，哇，跟住人哋跑添啊！今场赛事顶住，啱啱顶到嗰只咧就醒目勇驱，辉煌心啊第三，第四名系醒神。嘉应精英咁啊，上次都啊跑得几好，今日直头赢埋添啊！博劲士醒目勇驱上嚟跑个第二。